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6月24号圣若望的瞻礼。这个圣若翰是希伯来若翰，今天在很多地方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特别是在北半球，因为是差不多跟这个夏至同一个时刻，像这有的时候是21、22号，但是传统来说，今天在欧洲，我们庆祝夏天的最中间的那个时刻。从这个时候呢，就是日子会越来越短，也就是说，从中国的说法，阳气最高，后来阴气会开始发展。那今天的节日是很明显的跟12月25号这连接，因为12月25号圣诞节，今天是圣若翰出生。因为按照路加福音是说是若翰的妈妈怀孕第6个月。有这个天使报道耶稣的诞生。耶稣诞生这算法是说，他就是从圣母领报到出生应该是9个月，所以12月25号我们庆祝圣诞节。那因此庆祝圣母领报3月25，就是9个月之前。而今天的节日呢，是应该伊莎波尔，就是若翰的妈妈，这个怀孕第6个月，那怀孕也算9个月，所以总第6个月就是3月25号。今天6月24号，我们就庆祝圣若翰的出生，是这样子，就教会这样子传。那是不是真的按照历史 是这样子安排？这个我们很难去打听所有的资料，但是教会的传统就是这样子庆祝。所以了解一下为什么突然今天是6月24号我们庆祝圣若翰的诞生。而我们也是看圣路加福音就谈到这件事情，所以在这里是首先说那个伊莎波尔就生了他的孩子。那本来呢，孩子的爸爸不相信天使的话，这太太年龄大了能怀孕，所以那个时候爸爸不会讲话。那孩子出生之后，把天要给孩子一个名字，就是像我们传统在天主教就是要灵洗出生之后，所以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割损礼的一个礼仪，你会带小男孩到那个会堂然后给他这个礼仪。这个礼仪会是说他真的属于犹太民族，然后也会给他一个名字。那很多家庭名字给的就是按照传统的家属的喜欢什么名字就给他这个名字，所以他们就觉得好，我们要给孩子的名字就是跟他爸爸一样。但是他妈妈说不行，我要叫他若翰。那么问爸爸的意见呢，爸爸不会讲话哦，记得，但是他就写他名字是若翰，一写这个之后马上就可以讲话了。所以就觉得人就觉得这个太奇妙，真的是天主的祝福。因此在福音当中是说，这个孩子诞生之后有这样子的奇迹，一个老人家突然生了孩子，然后爸爸本来9个月不能讲话，突然给新的名字就能讲话。所以他们就是思考一下希伯来若翰到底什么类的一个人。
我们后来从圣经看，细枝罗汉就是准备耶稣的来临。他小的时候不是很认识他，因为说罗汉后来会在旷野长大，旷野不是全部沙漠，就是比较简单的城外的意思。而耶稣我们知道是在拿撒勒长大，很不一样的环境。罗汉是靠近约旦河那边的，靠近耶路撒冷，其实离耶路撒冷约旦要下山 很多 到约旦河，但是呢是比较在南部。那耶稣在加利利亚拿撒勒是在北部，耶稣是做牧羊，他平常不会去这个旷野当中，在约旦河那边的，只是到了三十多岁才会去。所以我们可以了解细枝罗汉跟他没有很多来往的，直到耶稣三十多岁才出现，才开始讲道。所以这种事情是让我们有一个准备。那后来我们会慢慢看罗汉的故事，看耶稣的故事。罗汉来是准备耶稣的来临。路加福音很清楚，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圣母玛利亚，不是罗汉，不是伊瑟伯尔，而是主耶稣。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些所有的准备是说明主耶稣不是突然从天空掉下来在这个世界上，有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直到一对夫妇罗汉跟圣罗汉来讲他的将来，还有圣母玛利亚跟圣若瑟陪伴主耶稣长大。我们祈求天主使我们也自己像圣若汉一样，准备自己来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耶稣身上。